这把枪要是给了你，你能打到什么？打小鸟？打猪？打绿豆？父亲，你为什么这样羞辱我？本王冤枉了你吗？老九，在。你不是在练习枪法吗？是。跟你二哥比比，真的，父亲，你想打什么？我打那个杯子。打。二哥给我走开。父亲，您真要这样羞辱我吗？你要是不接枪，那就是你自己在羞辱你自己啊。接吧，二哥，来。二哥，该你了，你就瞄准他，扣一下，很简单的。二哥，拿枪打啊，真的很简单。二哥，拿着，往那里打。二哥，打那里。来呀！一关，传一关，传一关。别生二哥的气，不然以后。